大家好呀，我是大嘴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庭院吧。这次玩的关卡是这个，大嘴快来玩。你要我快来玩，我就快来玩。我大嘴是这样的人哦，我只想看看你做的这关质量咋样。要是太简单的话，我怕你丢脸呢。死鬼！这一关的玩法是自选植物。这是啥情况呀？咋全屏都摆满了墓碑呀？只能挖掉一个墓碑再种植物了。哎呀，好可惜，这个回旋镖射手种下去的时候没有放出大招来，不然就能直接打碎很多个墓碑了。对面居然出现了这么多的墓碑僵尸，这我不会打碎一个墓碑然后他们就扔出一个墓碑来？感觉这关我就一直打墓碑好了，连僵尸都不用打了呀。这不对吧？火爆辣椒的效率还是高的呀，一下就烧毁了一整行的墓碑，这些墓碑僵尸都被干掉了，这下终于是没有墓碑喽。对面虽然没有墓碑了，但是之后出现的都是巨人僵尸了，而且这个巨人僵尸也太肉了吧，我一个樱桃炸弹，一个火爆辣椒，再加上一个爆裂葡萄，居然都没有干掉一个巨人僵尸，难道我这些一次性植物都是假货？幸好给的植物里面还有毒液豌豆啊，这个植物不仅可以让巨人僵尸中毒，还能减速僵尸，能大大减慢巨人僵尸走过来的速度。就看看是我的火力更猛，还是这些巨人僵尸的血量更厚了。我想你还真酷，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，温暖舒服，唱起了老去的树木，吸一口纯氧就飘忽。最后终于是干掉了这个巨人僵尸啦，成功通关。